黄晓明和 Angelababy 作为娱乐圈内备受争议的一对夫妻，自从两人在一起以来，话题度就一直不断。所谓秀恩爱死得快，当初黄晓明给了 Baby 一场世纪婚礼，请来了大半个娱乐圈的人来参加他们的婚礼，婚礼非常豪华，满足了大多数女孩对婚礼的向往。然而